是吧？星辰大海，他们选，我们选他们，是我们这边的，我们先的，他们先选的，是我们唱出来的。哇，你送人家，你刚才在想对不对？星辰大海，刚才不确定哪首歌对不对？不确定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可以证明了，你这一题送分给他们，他的轮到。赵婷婷说，女生选，哎呦，三号，三号，请出题。你们。哇！寸劲，整个已经垂头丧气了嘛，这怎么办？哎，刚刚有一位谁说“寸劲”这两个字？寸劲，屁孩有学过咏春拳吗？哎呀，师承陈华顺。好，你看有没有看到咏春拳？它是女生的拳，是是是，内八要内八战马，内八的战马比较像女生，因为它内八。对，然后它拳的速度犹如心法，犹如打在棉花上面，所以大家有没有仔细看？有没有？我上一天20拳，好，闪电五连鞭，哎，快到我看不出来了，不讲马老师来了，是连发连发的，这么快啊？电五连鞭，特效会帮我做快，啪啪啪啪啪啪。他们很麻烦，后面好吗？好，这边很厉害哦。好，不，那你抢了，掉了，什么？掉了。哦，他真的掉了。主角对白掉了，该出现的所有表情瞬间掉了。掉了。OK。又连线了。三号，他们是三号哎。三号的话，那他们要选选一格的吧？因为三号他有随便你选，随便你选一格。对，那我们哎，他说随便选一格，因为你三号已经那个，我们就选14了。14，听牌了哦，听牌了。小心小心，这个不用讲了，再查一次，要选12号嘛？是，对嘛，一定要选12的嘛。他们选12，请出题。我愿变成一颗恒星。谁？守护海底的蜂蜜。 It's my dream, it's magic, 占领你的心。 To your eyes, 有多远的距离，穿过人海，别停下来，趁现在还有期待。不是吧？我们选他们，是我们这边的，我们先的，他们先的，是我们唱出来的。哇，你送人家，你刚才在想对不对？星辰大海，刚才不确定哪首歌对不对？不确定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可以证明了，你这一题送分给他们。他刚跟你讲昨夜星辰了。昨夜星辰。Sorry， 跳的好累。答对的，恭喜，再贴12号一条了。好，轮到你们挑了。三条。Number three。三号吗？三号。OK， 三号，请出题。冷笑话猜歌手。冷笑话题。这个你们的强项，你们一定要拿起来，拿起来。来。两个鲁鲁热情打招呼，猜一首歌。露露又来了，两个露露哦，热情的去打招呼。露露露露露，丑八怪，丑八怪会不会？丑八怪，你才丑！要举，要做出人身攻击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来背对背拥抱，两个露露抱在一起，两个露露抱在一起。刚想到的是对，既然被突破了。不见得对，不见得对啊！不知道对还是错。身材好了，背对背，没事，不可能吧？好不好？恭喜背对背拥抱，一起来演。林俊杰的歌《Music》，爱我的人生我最深。我们背对背拥抱，滥用沉默在咆哮，爱情来不及变老，葬送在烽火的玩笑。想让你知道，爱的
这是一个人身攻击的笑话，对，被背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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